OK，鸿蒙回来了，好漂亮哦！一直有密我说孟宏成，孟宏成跑去哪里了？孟宏成，孟宏成回来了，也就是鸿蒙泰玄金，哇，这款饱受期待耶！直接给你们看那个好了，等我一下哦。哇，这款也太多人想要玩了吧？一直在问这一款。等我一下，这是我找一个不一样的开场。来，孟宏成回来了。孟宏成最新的版本叫做仙魔，仙魔什么的啊，好难记。好，反正孟宏成的新版本回来了，一直有人在问孟宏成跑去哪里了。这款应该就孟宏成了吧？欸，我真的也忘记他本名是谁了耶。他本名不见啦，很像是叫，我知道，可是不见了，云之歌吧？应该是云之歌啦，不是道术书官。云之歌，应该是云之歌，因为数着红头嘛。对啊，应该云之歌啦。云之歌不见了没？可是云之歌没问题啊。对，云之歌。